嗯，哎，请问那个女巫啊，她说没有问20坑题，呢？没有办法问了，因为八点到了，都已经到了，到了，都已经八点了，你还在求学哈？求学呀、啊，知道了，占卜啊。来，我们今天不得了了。不我得们了，是看起来很像一样的地图，但其实是有没有已经全新改版，超夸张的全部一样了。技能也都大幅度的重置。我们的麦块狼人杀来了，好吗？不再是报名狼人杀了，要不同名字了，麦块狼人杀。哦，原来以后要叫这个 OK，不一样了，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就会简单玩啦，就是一个职业一个职业慢慢的开。一开始会多开一点啦，就是让大家好好体验，好不好？好那这些平常比较不知道怎么玩的啊，刚刚临时还有问题的人啊，还把旁边敲坏的人啊，就好好听哦，抓到，真的，好坏，都没问题吧？我们今天没有，十个轮，原本还有爆料，原本还有诺英，可是他搭错车，他不见了。哇，不坐车见了，他去异不世见界了。然后他要关心他，叫他多吃点记忆力的东西，不要迷路。他拉长耳朵，听到惊觉。那大家其实可以看自己手上的说明书，也会有。对，基本上我们要玩的跟以前一样，就是报名式，所以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白天嘛，大家可以用报名键票人。那晚上的时候，就是狼人会来刀大家。对，跟过往一样。那比较特别的是呢，这次不论是狼人还是好人，都有一些职业的新增以及技能都有做改变。很多的技能我们这样都是以这个钓竿的方式呈现，然后都是右键，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在使用技能的时候都要好好看仔细。OK，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首先，狼人阵营，我们就先看基础的狼。那要看的也只是报名式的，你就是把滑鼠移到那些注意啊，还有那些蓝，这叫什么？史蒂芬绿的那个就蒂可芬，以看到了，蒂芬发发绿，颜色发发就可以看到了，好不好？狼人现在好像比较特别，就是他有着装、脱装，就是你晚上好像也可以一键脱装的样子。一键对，然后好，他有武器呀、无线电啊、好人追踪啊，玩法感觉很酷的样子。的样子，现代因为还没玩，所以不太确定。等一下就可以看看无线电好人追踪器可以干嘛，好不好？但是它跟过往好像不同，就是有没有它连跳跃提升都有了，所完以蛋值得了，期待狼人的部分。那酷这一次呢？哦，这个狼人的技能检视伙伴，避免大家每次都不晓得自己的队友是谁。还搭错好人，大查惨 FA，FA 啊！有声音，有专声音门了。刀队友的，所以他早晚你都可以有这个技能，然后可以去使用，就会知道你的狼伙伴是谁，好不好？看仔细，看仔细。对，那其他的狼角色我们就先不看，看好人阵营的预言家。好，预言预言家呢？家，第一个技能一样，就是查验玩家。对，那可能也一样是一本书，那你点了还要再点对方的 ID 才可以查验。那不同的是，现在有日记，你就可以看看你过往查验的结果是如何，你就不会自己那么的傻乎乎都忘记了。好贴心哦。对，好那笨再哦。来呢，它的无敌变成只有自己，没有范围了。不是范围了，好不好？自身无敌10秒钟。所以没有在范围，厉害防咯。止无敌症，然大后战一呢，起，这边可以看到预言家的注一，注意注嘿，意，对，就是现在如果有复数预言家，只会有一个是真正的，但其余是见习预言家。对，很特别。那一个现任预言家如果死了的话，随机一位见习预言家就会变成预言家。我觉得这还蛮酷的，等一下可以玩玩看。那预言家彼此是不会知道彼此是哪些伙伴，对，但是就是让你一个预言家，其他是见习生，所以见习生也可以看到预言家，你就可以当预言家了，有没有？很酷，我想当预言家，篡位，对，拿票，可以看看。那这些都是好人，好人阵营哦，不要误会哦。好，那女巫呢？她的药水都变成晚上使用，而且使用方式很特别，是看向一位玩家使用它，
那毒药的话就是让对方死掉，解药就是让他无敌十秒。嗯，对。那如果你看的不准会怎样就不知道，等一下我们才可以试试看。那以及毒药是是否只有一次，等一下也要试试看。好，我有问题，他是用丢的吗？还是没有没有，他就是右键，看着看起来应该是钓竿的。嗯，哦好，啊，如果用到狼怎么办？很棒啊，你就可以毒死他。狼要那就一样，你就是要用狼，因为你是好人的。哦，好好，忘记了，是好的好的。对，他是好人的。那他注意是有说药品没办法用在自己身上，使用一种药会清除其他药品。嗯，是晚上只能用一个药。晚上只能用一个药。这个就是到时候就知道了，好不好？女巫可以看看，那变成都是看向玩家使用，所以要看准哦。好，那再来很特别，猎人都已经全面改了，猎人不猎人了。首先第一个技能猎枪，看向玩家使用，你倒了之后，对方会跟你一起倒。哇，殉情呢？对，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穿衣服的，那就是狼嘛，狼追你，你就可以马上看向他使用，那你死了，狼也会跟着一起死。你倒我，你倒我。所以这个猎人变得很强哦，很皮哦。那另一个呢，闪光弹以前是扎瓦鲁斗嘛，现在没了，变成是使用后自己附近十格的玩家会致盲跟缓速。人鱼吗？哦，人鱼吗？对，有点像这样，但自己不会有事。哦，这自己没事哦。他说自己没事。那请问猎人要唱歌吗？猎人不用，因为还是有人鱼。好好，可恶。那忍者晚一点，人鱼大家这么想看，可以看看人鱼的部分。他这个是唱歌，一样是唱歌，但是变成是十秒内，十格内的玩家会缓速，并且看向那个人鱼。哦，哇哦，自己本身很爽，还会加速，全场魅惑。哦，魅惑，这才是人鱼嘛，魅惑大家，不再是难听的，大家唱歌要好听一点了。这个不会版权问题吗？如果你可以唱出版权也是蛮厉害的，你唱十秒可以唱出版权。我之前就是唱到版权问题，然后那个影片直接被下架。那十秒，好，那你不要唱，那十秒强的啦，不就唱整首？十秒而已，那你不用唱，那你别唱，好，你从现在开始唱，唱两个小时。我怕，我怕，我感谢你，好不好？感谢我，感谢。那我们就先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OK， 就直接体验。好，那来看看哦，设定角色，我们有十个人嘛？对，对，十个人。哎，那好，先三狼，三狼七人，好，会不会太多啊？先试试看啊。离开我的话，我们就可以六人。那我先离开了。这我也是很无奈啊。说啥呢？现在还有可以看一下那个村民，村民有用了。哦，村民有用了。村民他在晚上可以获得一次性的击退棒棒，而且自身无敌五秒。好赞哦！有勇气的村民，好不好？啊，所以当上村民也不要难过，还是有用的。好耶！好耶！好。那我就来再来调调。想要当村民？为什么你想要拿那个？就是耍肥，对呀。然后待在那边，嘿，你杀我无敌。驱逐棒棒。你也可以打好人，对不对？哎，对啊。没有限定给打谁啊？你把那个打好人打去给。可以，还是给狼上？不要抓我！我已经可以，我已经可以预测到 Bobo 旁边，只要晚上有人，那个人就会打他。对，打爆他，打爆他，很黏，好危险哦！这么想当村民，我感觉可以敲晕就好，不用击退。那我们三狼，三狼一列两预言家，所以会有见习预言家出现。见习预言家，村民也会有两个。好啊，好耶！白天晚上各一分钟哦，它显示好多东西哦，大概就是这样。那你过程其实有问题，你也都可以提出，毕竟我们今天是都是初体验。对，你来跟直接有问题直接说也没关系，反正你还可以操作嘛，对不对？我才玩第二次，哎，我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没有啊，你玩第二次好强，我们都没玩过，我没玩过，我没玩过呢。哇，太神了！我才玩星地图，星地图啊，星地图啊，我们都没玩过。星地图没有，没有。那它的地图呢，都是以前的，可是他说地图也有做很多的修正，所以我们等下可以看看，好不好？好，那就雪丁开始喽，三二一。
Go， 走起！哦哦哦！第一天也不能跳哦。哎、欸，第一天先进去都晚上了耶。对对对，进去晚上，现在是晚上先。嗯，那晚上狼想刀就刀吧。也是啊，晚上先也是蛮正常的。也是，那狼想刀就刀哦。好、哦，我偷看一下，我偷看一下。快跑，快跑！技能对，技能都是那个了，钓竿，钓竿，以钓竿为主。哎、欸，有了有了！啊，我还会，我没有会小智。好快哦！没事，我把狼毒掉了。迪叔对你无毒杀。好狠，好狠啊！迪叔，迪叔，好狠！等一下，等一下，无情单杀，很猛哎！无情双杀，这是可以显示的啦，看看有没有需要显示，到时候都可以再看看。我这可以开跟关哦。我现在是，不然都看得到谁死了、啊。你说那个死因吗？死因可以开关。嗯。哦。死因是可以开关的。哎。哈哈哈！哈超级笨的，笨笨啊！很奇怪哦。哎、是啊。现在可以反馈耶、欸！我现在可以反馈投票哎、欸！反馈是什么？可以跳过白天，还可以跳过白天，好夸张哦！还是他可以反悔？我们抓到一个狼了，还巧克力！哦，还巧克力哦！对，还巧克力，可是还巧克力死了。对啊，他现在是谁？我是村民。右边有那个直接显示票数，哎，好棒哦！哦，对啊，当然就是鬼。发发发发是什么？哎、欸、哎、欸，我是村民，我是村民，哦、是村民是不是？对，那发发是什么？右键右键返回，右键返回。哎、欸哦，有嘞有、欸。我觉得你不用返回啊，你为什么要返回？不用返回，发发是怪怪的。爸爸永远不回头，好爸爸。然后你爸爸你看。哦，红天选是对耶，是红天选。哦，没天选了。啊，没有天选，说不定，说不定系统可以再调一下。完蛋了。绿啊绿啊绿！绿不选绿耶！耶！那人超开心耶，还加速离开耶。对啊，你这是高歌离席。我是高歌离席。名副其实高歌离席。就是团团跟二零呐，啊？嗯嗯嗯，那一定是这个一定就是啊！我成名，我是那个呢，我是现在就是还在学习的人。我他见我了，哎，还是我们只剩下一个狼、啊，我们有怨灵。没有怨，没有啦，没有，还没开。自己在增加怨灵。哎，那就是二零了，那就是二零了。我是村民。哎呀，真的是，真的是诚恳。二零在哪里？剩下四位玩家喽。哎，我不是你，赶快反悔，赶快反悔。好笑，这个反悔，这个也是皮耶。这个反悔真的是。我觉得你先跳，你要跳回来了吧？看到蹦不跳哎！你不要再跳我了啦！你干嘛？有磁铁，有磁铁，好好玩哦！命好爽哦！他手上啊，可以一直跳，一直跳，好爽！好爽哦！反悔，好爽哦！我跟你讲，我觉得你也可以跳跳波波看看，你要不要学习反悔？让你学一下。要不你没有用过反悔，你要学一下，学一下，看一下，试一下。哎，对对。啊，走走走走。哎，没有了。啊！哎，等一下，我零票好，零票，零票，零票。怎样啦？他在来了，他来了，3秒，3秒，2秒。啊！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我知道了，我全面解，快点！哇！我的那个，那个是传说中的勇气棒棒吗？哇！哇！超帅，超级对，这个级强，对。好了，不要了。狼人有点可怜呢，都被玩玩呢。玩。而且你每天晚上都有勇气。对，每天晚上都有勇气。他就一次而已啊。是狼人啊。不是，我跟你讲，我们剩三人就会。死人闭嘴啊！你没梁静茹的加持了。你要趁活着的时候说啊。没梁静茹。但是剩三人白天就会发光了哇！哎、欸，那这样平票不是很亏吗？爸爸票他对对，看有没有可以对啊，爸爸票啦！哎，他们说刚那个开始是晚上，好像也是调到的，哦，也可以调，还有一个跳过，哎，那是可以调啊，可以啊，你有跳过，你有跳哇！
会吗？很多都可以跳。啊！完了！那你为什么要票他？你怼死他！你知道吗？你怼死他！你用拳头捶他，你用拳头捶他。你可以再想一下，好不好？你不要反悔，现在其实可以反悔。你不要再讲，你这个臭狼人。体验一下。我们现在直接大背你都反悔了。哎呦，巧克力，你不然这样子还要再跟一场，有点久。哇！哦，你是说反正还是要被砍死，是不是？也是呢，死还是被砍死。我自己跳过，我自己跳过，跳过。我团团是见习人家，哇！我说我是还在学习的人呢，然后我就死。遗书一开始就被繁星给读了。他真的有个距离耶！我想，哎，狂救狂救，我怎么救不到那个谁？谁在被追？救不到啊！米菲用到的话，他就还会在。对啊，那用掉他直接不见了。其另外一个也不见，不见吗？啊，就是先我刚刚是毒药一毒下去，那个解药就没了。对，对啊，所以女巫等于是两罐药，你也可能择一。嗯，两罐。那是不是每晚都有两罐药？就请下一个女巫来，这来试试。啊，不是，等一下我想说，等一下如果有狼人在路边看到一个人开心在跑来跑去的那个人，绝对是我。先砍死你啊！我绝对砍死你啊！绝对砍死你。我在看哪里可以走，那你可以跟人，你可以跟人走。哦，好。啊，你要跟到好人，跟到坏人你就爆了。嗯，对啊，你可以跟团呐，然后拿你的猎枪射他。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子随机票的话，那这样子如果剩两个人怎么办？这两个人就很惨。几乎就是狼获胜啊！就是狼，我看好像也没有办法调，因为通常狼人杀平票就是那个啊。是啦。对吧？狼赢，对不对？对啊。哎呦，这个模式每天平票是随机一人出局，还要把它开起来，就原来因为要快速模式。可是这快速模式，快速模式跟以前不同，以前快速模式是一定有人走。对啊啊！白天的时间好，对，现在有更快模式。我看特别早，我是喜看到他预设是写说就是黑天，哎，他可不要用那个游戏流程是这样啊，所以对啊。作者哥就是这样，作者不要白框好不好？很亮哎、欸。没有他要白框可以，但是他不要不要不要用这个字体，字太亮。白框的意思是你选到了，是选了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告诉你有选。不要用这个也是不错啊，好漂亮啊，也不错。就是代表哎、欸，你一看就知道我选了这两个。谁打我？那感觉这样可以哦，而且刚刚只要如果是平票，现在平票会随机一人出去喽。好。耶。哦、平票也有可能是零票，对，有机会，所以哦，所以就他把它并在一起了啦。哦，所以啊，白天大家都要想办法投，不然随机一人会出局哦。那你死天还是会有一个人出局？那你死因呢？快速啊，死因要开吗？在这里啊，死因好，我们这次死因关闭看看，看看啊，多测试看看，啊、好不好？那哎、欸，他现在结束没有每一个人的职业？对啊，很可惜，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看到？看到你哪里看到的？我有哎，我有哎，我有没有哎，没有我也有哦，我刚被洗掉了啦，很上面，被洗掉了，上面呐，对对对对对，有啦有啦，对不起，有有有有，上面 P O P O， 对不起，对不起，亚洲 P O P O。啊，再来咯，好，进去就要小心哦，狼人很凶悍哦，真的哎，啊哦，宇飞你就可以先往那种偏僻地方跑，先哪里是偏僻的？就是不是一开始的点，就是离开一开始的地方。哎、你可以到我房间啊，我房间很偏僻。有啦，你这讲的就不对了。那哪里都可以跳哦，因为毕竟它都有更新。狼所以如果有 bug， 我们就可以测试。好多啊！有狼在追我、啊。小心，他是猎人呐、啊，他刚杀的是猎人哦。很多。你为什么要狼小心？你是不是？请问前一晚的预言家？我的意思是说，预言书怎么用？别去说了。预言书。上一晚是蚂蚁，蚂蚁爸爸死了，小雨也死了。开枪了！哎呦，好奇的啊！这之后如果是被开枪就不能讲了，这样感觉也是很刺激，就不晓得怎么回事了。不知道 what happened。哎呦，Bobo在哪？
哦，我在你心里，完了，太舒服，不太舒服。我在拉长耳，反正查了三眼，可以说白天才会看到茶宴哦，了解了。哦，真的假的？哦，嗯，改白天了，对对对对，好了，对，他就是晚上查一个人。然后白天会给你钓竿，你才能看到说谁谁谁是好人方阵营。查验结果哦，对。可是那个波波是狼，哦，是狼啊、可是我查你，对，巧克力，你查我我是什么？你要大声说出来。好人，哦、没有没有，他死因其他人看不到别人的死因，你可以看自己的而已。对。B O B O 躲哪里？在你心里。我看到了，欸、我们点票一个人玩了，那点他吗？哦，睡，我不是你，你人鱼躲起来干嘛、啊？我怕被狼发现啊！你可以唱歌哦，无敌，你可以唱歌啊！Oh no！ 不，你走，哎、欸、啊！你们怎么一起？哎、欸。好酷哦！我用好多次才成功哎、啊！你等一下可以说好啊！我巧克力刚把我死掉了，我不能拉掉了，我不能拉长耳朵了，好难过。剩下四位玩家哦，啊、我还在学习呢。没有你死，有什么好学的？哦，晚上也可以看得到了啦。他可能是第一次查验，嗯，第一个晚上。他怕速度哦，迪叔，叔叔，你怎么那么坏啦？怎么那么安静？叔叔，我跟你说，我完全找不到人。迪叔在那个 Olay 那边。为什么 Olay？ 他们人有新增的那个指南针。可是我用了，我也都没有看到。没有，他不是用，他是看那个指针指向的对方是红色的那个针吧？针方向对。啊，狼人还有另一本书，说是什么交流的，可是就不太懂交流。可以，他们可以交流一下，交换日记。可能对，有可能是交换日记，就你写了其他狼人。好像是无线电，是不是啊？对，无线电。哎、欸，在哪里？啊、找不到。可能狼人可以写写看，说不定其他狼会可以看到。我看那个说明书啊。那个本有写、啊，他是好学生。找到了，找到了！哇！不缺点，好命！哇！这个大师兄很猛哦，你好棒哦，大师兄！可以跳过白天。跳过发生什么事？你可以跳过白天，可以跳过哦，没了。哇！是。迪叔波波发发，没有错。那发发你怎么死的？啊，我被发发怎么死的？狼人杀，哎、欸、不，我被猎人棒死。彪，我本来差点锁定成功哎、欸。小雨、欸，小雨那个蛮好锁定的、欸。对啊，对，你就看着他，然后点就好了。我刚是女巫，然后我毒药。他读 Bobo 读了好几次，他要有点近，他有点近，要近一点啊，是不是要近？没有，我是先是隔墙，然后后来重点是，你知道我后来死，我是先死哎、欸，然后 Bobo 才死。对，我想说你是猎人哎、欸，啊？为什么？你看那个对话，我是先的啊，对你先的，对啊，我先死，然后技能才施展成功。我想说啊，为什么？哦，我知道了。你那个死技能应该就不会触发我的毒药。你对我下降头，对不对？我是延迟毒药，听起来很不妙，很神秘。不要再让毒药飞一下。哦、对啊，再让毒药飞一下。还没飞到，还没飞到。我成功拯救了繁星。耶、yeah ！真的。是好像要看到人，不能隔墙。哦，不能看到人。而最后我也是狂点，那不讲的为什么延迟了一下？啊、鬼鬼。可惜，可惜。送女巫狂按，狂按右键、啊。再来试试看喽。好。狼人加油一点啊！看大图，不要有、哦。狼可以那个啊，看看你的通讯器。哎、欸，第一天就可以刀，真的好可怕哦。对呀、啊。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可以调回自己。看要不要第一天是白天，让大家自己选。梁静茹给我勇气。你要唱，也希望你有唱，你要唱，他给你勇气，你可以唱了。爸爸坏人。哦，听到了。哦，下回不是好人。哎呀，死了，勇气死了。安德鲁西，哎，安德鲁西。安德鲁西。
的，真的唱不到三秒哎、欸！我也被切割了。你干嘛？你干嘛？没有啊，我只是看到有人，我很开心而已啊。我很害怕。没事啦，没事。我很害怕。没事啦，我们都有这个。狼也有啊。我不是、啊。安达拉西。我很可怕的哦。安达拉西。爸爸，爸爸，刚刚有说爸爸。爸爸，我们去找爸爸。不要啦。啊，不要害怕、啊。不要啦。喂喂喂，你找谁？怎么有狼人明明裸体突然穿衣服吓我一跳？谁？谁？先裸，然后马上就来了。哎、欸，不是哎、欸，大家都躲起来耶、欸。也是啊，因为这个模式其实好人方蛮厉害的，所以第一天先晚上。晚上，米菲，米菲你什么身份？我是剑十一家，你干嘛打我？你不是剑十一家？反悔，剑十一家可以反悔，他可以反悔，哎，我可以反悔啊！啊，我反悔、啊。我查过你喽，你再给我乱来。你他说他是剑十，剑十为什么可以查？剑十不能查。我剑十过了，刚刚不知道是谁是预言家。哦，是有人死了，是不是？哦，我又变成了那个。哎、欸，繁星，繁星是狼，不是？我想要试试看。是假的？不，你试过了，我刚刚是成功了。我要眨眼。你之前试过了啊？我试过什么？之前不是我试过了？我之前没有啊，没当过狼啊。哦，我说跳过白箭，跳过这个箭啊。哦，我也没有呀。狼啦！啊，我按过两个 F， 有没有按过？双 F。F 初级啊，我觉得他的指南针其实有点难找哎、欸。你再看看，那不然你看看书，你再看看。哎、欸，你要想一下，你要想一下哦，你要想一下。闭嘴啊！闭嘴啊！团团是猎人，所以他反制 Bobo。米菲，米菲，剩我们两个，加油活下来！啊，这游戏好难。活下来，白天我们弄他。我超勇的。看到了。我看到在哪里？晓得。要去哪里票了？看到什么？说出来。要找到他们呢，才可以票啊！超白痴的。什么超白痴？尊重哦。哎、欸，尊重一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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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都没看到啊！尊重一下吧。完了，完了，他们就故意躲起来，那二分之一的几率呢？打一下巴龙吧。哇哇完了，巴龙喊亲你。那个超勇的是谁打的、啊？完了，他们都来这招，他们都来这招。哎、欸欸，这样蛮强的、欸。哎、啊欸，没有人死、欸欸，真的、欸。对，零票的话就不会死、欸，那没事。要有票才会。那可以。误会了。那没事，那没事。那米菲继续活一下，继续活一下。再活一下，再躲一下。好。反正你有无敌，你有无敌，记得用你的无敌哦。好，只要按右键吗？对，你快被打的时候按右键。哈哈，我好紧张哦！不要怕！哎，这次就用的很好，又狂按右键，猛点！我现在才抓懂他。玩家请瞄准玩家，请瞄准玩家。哎，法法，其实指南真的很好看呐。好啊，白天三人发光，我们就可以找到法法了。好，你看，你要发威了！哇，来，我们找他去找他，我在中间。哎，哇塞！你直接去找他，他来了。对对，你车走，你票到了。我在想说要那个，要打那个打无线电。我在看无线电了，朋友了，你好近哎。你被票了之后，能走门出去哎、欸，还有这个路哎、欸！我吓死他，原来在我旁边。扮猪吃老虎啊！直接把爸爸给吃了。我有看那个无那个指南针，可是我还是有点反悔一下，反悔一下，反悔一下。哎，指南针真的有点，指南针是平面的、欸。对他上下还是会弄，但是我刚刚就是完全没看画面，在看指南针，然后突然想到，我升天了。没有，那就狼人就是一样，就多了指南针让你去使用，就辅助啦，辅助啊，不那个，对啊，但至少比以前多了东西，其实无线电真的还行啊，不不，无线电是可以彼此，无线电是怎样？打字啊，密，类似密语吧，
哦，密语打字队伍频道，哦，真的啊，刚刚就想说鼻子那边我超勇的，超勇的，我刚才在打我真的超勇的，然后就被票了，好难过，来打字，为什么我存档不久一点呢？还在密语啊，就只剩你了。在哦，所以我按过跳过白天过了，哦，你按啊，你刚按上一场啊，我们第一场的时候吧，我第一场都死了，欸，你怎么会看得到我？对耶，那我们现在这个职业也再增加一点喽，好诶，我们可以开一下那个啦，那个怨灵在哪里？在好人方，现在怨灵其实变得很强了。首先，他的技能一样，就是晚上是永久无敌，只有被预言家查到的时候才会死掉，或者白天被跳死。那现在呢？他在晚上可以自由切换隐形效果，好强哦！但是依然你是无敌的，哇！所以有没有？你可以在好人面前现身，那被狼砍了，你其实也不用怕。好坏哦 ，OK。好，简单来说，你都是无敌的。那你想不想要隐形，就是你自己去切换这样子。嗯嗯。对，那怨灵的获胜条件就是狼人全灭，怨灵你还活着，你就会独赢。嗯。哦。没问题吧？所以要帮好人呢。对，是帮好人，一直都是这样子。哈哈哈！凑一下，凑一下。啊，但我怎么觉得全部都死掉？对，那狼人我们也再多加一个。黑狼王，黑狼王，黑狼王呢？他就是狼人的猎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个陪葬猎枪的技能。那你看向他，如果你自己倒了的话，那一个玩家也会跟着倒。嗯，所以他不能杀人吗？他也可以杀，可是你就是可以，比方说我是黑狼王嘛，我在追你，我就可以先用这招看你，那我就去追别人了。反正我只要任何时候死掉，我就会把你带上。好扯哦，好好。哎，他看人的意思是什么？拿钓竿对着那个人点一下就好了嘛。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的对话框会告诉你说有成功之类的。然后好像尽量瞄头吧，头会爆头是不是？瞄头他会写说错误，请瞄准玩家，错误请瞄准。对，就尽量瞄他的那个对。我没有目标。他会努力的跟你讲，好不好？那像 Bobo 玩黑狼王很强哎，很强，我瞄不到头，是你比较强吧？哇，好强啊，妈妈！哇，有吗？有吗？他的那个 Bobo 会秒变大师啊！我的伤害都是零哎，你开玩笑？那一定是 bug 没有显示啊。聊好，那我们再次显示死因哦，感觉会比较。明白，好哇，只能明明白白的哇，嗯，让大家有一点玩味。那接下来是美术馆，耶，换地图，世界的地图，换地图了，跑掉，跑掉，好吧，三二一，跑起来喽，爸爸，米菲，好，走起，好，跑跑，对，是那里，我往哪里走？那里是出口。哎，我刚刚有人拿书，有人拿书，没有看到人啊！不是鬼，我看到狼，狼吗？这是狼吗？啊，怎么办？是不是太黑了？方法是狼，方法是狼，我是预言家，方法是狼。不要不要啊！我现在不用死了，听我说，是狼，方法是狼，我要死，我要死，好乱，好乱！方法，你有没有听到？你是不是狼？林叔，行了，我觉得林叔也很狼哦，方法是狼。超嚣张的你，我们直接出去抢狼枪，同时前拿猎枪击杀繁星。Oh my god！ 猎人根本活不了第二晚，恶灵被毒杀，我直接冲过去。我是女巫，我刚感谢欧元的超级留言。等一下，我按头，怎么办？我发毒，没事没事啊。好吧，就是白天时间减少，那你感觉很可疑。迪叔，你是什么？我是村民。哦，你是村民。预言家可以讲话吗？可以，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讲说谁是狼吗？可以，都可以啊。你有查到就可以。发发是狼。
那也要被逼这场，这场有怨灵哦，这场也有怨灵哦。你要去把那个怨灵查出来。阿贝，哦，要查怨灵哦。阿贝，阿发 baby， 阿发 baby， 阿发 baby， 阿发 baby。那怎么很安静？你是关麦了？没有，我还很紧张，我现在是很慌哎。你很慌到？阿姨，黎叔是不是那个啊？是不是？没有，我是曾春明。真啊！清真村民，你是加几村民的？加十啊，加十村哦，你有课哦。那你是两亿分之一，狼人出来啊！为什么这指南针会一直跳啊？这样怎么看呢？代表不同的人吧，代表人会动还动去啊，对吧？对啊，他不要一直依赖指南针。对，你可以就是照以前的。愿灵获胜 ，B O B O B O。什么意思啊？一个狼人都读光了。哦，他读哦。对，他最后验毒了八把，所以现在女巫很强，女巫每晚都有毒药解药可以用。对啊，毒药解药也可以。每晚你可以选一个这样子。对啊。对，他刚刚是因为那个啊，恶灵第一天就被 Bobo 给毒了，然后猎人又把繁星给抢了，所以 Bobo 还以为还有两个狼，然后就把对啊，已经毒了一个，猎人枪了一个，他还觉得场上还有两狼，他就不行，他就要数学很好 ，Bobo， 我很震惊，对耶，他俩毒杀，我这个繁星不是被枪了，我怎么还毒了？我大傻眼了。我不是说猎人不是先杀掉麦克，我要提醒哦，这场有怨灵哦。哎呀，怨灵好强哦！你又这么强，轻松获胜啊！哇，一直隐形现形，隐形现形的，好好玩，好爽哦！哇，那我觉得我们限制一下，就是女巫的毒药，只能用一次。好，好，只能毒一个人，但你解药要用几次都可以。好。对，就是毒药整场你只能毒一次，毒一个人这样子。你看波波都是你啦，毒那么多人，你看就是。抓到了，抓到了。解药只能不能用在自己身上的话，那他自己就不能。对啊，对啊，可是你可以救人，救人哦哦，只能救人，了解。你是多么不想救人，你就想看到血流成河。我只想保护我自己。哇！你就站高高救人，对。那再来一次咯。好好的，太混乱了。女巫真的强，女巫现在很猛哎。女巫真的太强了啦，晚上太强了，只要去找狼就好了。我觉得第一天那个直接会刀到人太可怕。对，你以前的女巫是那个哈，在白天才能那个有差。想干嘛？现在就比较还好。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哇哦哇哦哇哦！我发现见习预言家是最平民的角色，对，因为我好难过。对，平民是我上一场就这样，然后一出来看到狼，快吓死！可不可以把那个预言家给刷了？你很坏，好激动哦！好想当预言家哦。我是预言家的，你是不是预言家？前预言家，前预言家。哦，刚有按呢，好奇怪哦。行啊，怨灵还没查出来啊。怨灵啊，那个有日记耶，我跟你们讲日记，那个他们说迪叔是好人。他们说吗？恶灵是那个狼啊，小雨是一个灵，小雨是恶灵是狼啊，小雨是怨灵，哎，那那个小雨等下那个现在狼还没那个哎，你们先等下要查，没有没有，等下我死掉结束一下，哎没有，我跟你讲，现在还有三只狼哦，先不要小雨啊，三只的，有吗？没有，你别人真的，我跟你讲，你知道那个恶灵从头到尾就一直砍我，一直砍我，我真的没有在骗你们。小雨在哪啦？小雨不死啊，小雨变零啊，小雨在哪？小雨 baby 你在哪？不是啊，我等晚上就被处理就好了，我没差。不是啊，你们看起来感觉你很随机一人哦。他在那二楼，迪叔。哦，我到底是去三楼了？砍小雨啦，砍小雨啦！不是啦，就是。哦，完了，你们被砍死吧，你们。
暴怒怨灵，暴怒怨灵，哎呀，我快笑死了，怨灵太气了，走金怨灵，走了，很走哦，我们要去冲锋了，团团也是喝狼啊，喝狼啊，他死了，就死，这死亡笔记本吧？哇，真的不能捡呢，太危险了！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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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不要来，你怎么了？你不是在笑吗？啊！你怎么还在那里不动？你不是超勇的？超勇的！输了啦！你不是无敌吗？输了，输了啦！你说是好人吗？我超棒！你是不是坏人？你超棒！正三人都会发光喽！发光喽！你吗？还是下面？你说你要去砍一个人，真的？我一定要跳一个。真的吗？一定要票人，真的。一定要票啊！你们我们不能说让他们三个人纠结。是迪叔，是迪叔。你看，你看迪叔很凶，你看迪叔很凶。迪叔，哎呦，两个人。快跑，快跑！你们不会两个都是狼吧？天哪！迪叔要杀我。那你票他，你票他。没有没有，我刚看到迪叔拿刀。没有刀。我是安德勒西，安德勒西，白天剩下十一秒，还有迪叔秒钟，迪叔很会跑哎，大师兄跟假的，大师兄就不一样哎，跑酷大师兄，哇哇哇，哎，迪叔离开了，你被吓到了，哦，还好还好，哇哇。哇哇！你是对不起，不是，我应该先冲撞的。我想说，狼人最强就是一开始直接狂砍。我在拿狼枪，我对不到就死掉了。第一刀是繁星，第二刀是后怨灵。一定是怨灵在带风向。哎，没有，他跟你们说就是他就是狼哦。不是，因为只剩下怨恶灵在场上而已了。而且迪叔奇，你刚可以赢的，你忘了一个东西。你怎么不打蚂蚁？跳过白天，跳过白天，对，对，快十秒，对，直接可以拉那个时间，结果你在最后一秒，好油。我的喉咙都快死掉了，你看吧，你看吧，怨灵的诅咒已经起效果了，你们去死吧！怨灵好生气哦，你下降头，去死啊！因为如果票走二零，就是怨灵获胜了。对啊，就是要这个最坏的状况，没办法，太好笑了。对，那个狼人真的要穿装要快一点，嗯，不然很容易一开始就彼此误杀了，嗯、然后好人反而是一开始你可以空手，因为空手的话就是隐形，就跨狼人就不会锁定你，跨模、哦，对你就是先跑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看你的物品。啊，没问题吧？再来喽！好，好，走起来！二零也赢太多场了吧？对啊，旁边现在会显示胜场。对，感觉应该也要有可以关的会比较好。哎，你怎么？你误用了赌一刀，不能再用喽！再用喽！加油！啊，二零快跑！这个一定是想说我要看看，然后结果就把它弄了。怎么狼人不见了？你是谁？跟你们讲，巧克力是好人。好像是竟然，竟然这个精髓我先。你好难受。哦、我跟繁星放个闪光弹，我吓到你，吓到我了，好赞哦！哎，你打我你也会死哦，你冷静哦。威胁人家，大炮！我可是猎人哦，我已经指刀了哦。那等一下我去票了。哇！哦，吓死了！这个是谁？巧克力票掉会带走狼人吗？对啊，会吗？还是会，但我可以持续活着帮你们票人呢、啊。哦，团团现在有一票，团团跟团团是狼，团团是狼，团团在那个三楼，三楼，小雨，小雨，小雨，三楼，小雨也是狼，小雨也是狼，我不是，我不是，我在帮忙追团团哎、欸。
没有，假动作，我飙他了呢，假动作，你是不是假动作？我他现在是飙我这个女巫，虚拟是什么职业？我女巫啊，刚米菲就是我毒掉的、啊，好毒哦，才刚完，你就傻傻的，我怎么知道？你就傻傻在大厅，我就有不动的聊下去了。不动就要毒了啊！管团出局，你是不是想打无线电啊，米菲？没有，没有无线电。我超勇的，谁？等一下，超勇。等一下有，我又抓到人。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你有怨灵啊？有怨灵啊？有怨灵。粉心，你要不是发发，你要那个小雨或迪叔，小雨吧，迪叔吧，迪叔。小雨是坏人啊，可是迪叔是怨灵啊。我不是，我在这。啊，你无敌呀、啊，你可以无敌呀、啊。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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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今天查一下那个迪叔。没有问题。爸爸，你快去死了！求我，求我！爸爸，你快去死了！打死秀会被打死吗？迪叔，你看一下血。不会啊，我怨灵哎。他无敌不是吗？在哪？他下去了，脚步声。没有没有没有声没有声。五龙蝶五香，龙蝶五香。哪里儿？没看到。他这里画框，他直接高歌离席。飘飘哎！天哪！好扯哦，迪叔。你干嘛在追我？有啊。十二楼，我往三楼跑了。到处找，活下去，你活下去，我们这个等一下就可以去。欸、我看到他星巴克，星巴克对不对？星巴克对不对？我看到了，他往楼下跑了，他快到二楼了，二楼二楼要往一楼跑，一楼跑。一楼有我，一楼有我。我打你，我打你！你包围他，你包围他。还有！刺激的，刺激的，完了，刺激！好。可恶！票一票。哎呦！哇！完了！完了，还有小雨哎，好扯哦！换你了啦哦！哦，我刚见证了所有人呢，我准备一直看，我就躲起来一直包围。来了来了，看到了！来了，他来了，很可怕，很可怕！鱿鱼加油！我操，我很可怕！他长耳朵。哎、欸，加油！找一下，找一下。画画的，画画的。人呢？人呢？这群人在干嘛？应该没办法从别边来吧？这也太好笑了吧？这个到底是什么场面、啊？一个画，为什么连在一起？小雨姐姐，一群人想在哪里？哎、欸，如果无敌你的话，你死不了是带不走狼啊？啊？他这个指针有问题吧？我可以在前面帮忙扛哎、欸。那这指针指到肠胃去了呢、欸？对啊，我可以。走开！是我们两个在闪。我有腰线。哇，你很闪哦！很闪，他闪，他闪啊！他刚往上走了。我觉得他一定要躲起来了啦，小雨，认命吧。躲起来了。啊！你们票我，你们等下。哎，楼梯，楼梯。哦。啊啊！他往下，二楼。啊。哈哈哈！哎，我可以一直改票哦。可以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啊，我正想还翻会。不是啊，前面我这个都死了，怎么办呢、啊？哎、欸，不要怪我砍的超多人，不要怪我，真的，我那个直接被女巫骗，直接被女巫弄去了。你被骗毒死吗？我才刚选到什么？我是狼人呢、欸，好新鲜哦、喔。然后下一秒就被打死了。赶快走，赶快走，很危险，现在晚上很危险。我还用走的靠近你，你还不动哎、欸，我就飙。我没有看到你耶、欸。他隐形啊。啊！就只有你穿装啊，一个把在那边不打打谁？哦，他不说一开始就要穿吗？他不说一开始要穿装吗？对啊，啊！可是你要跑啊，你不动哎。穿装之后就要赶快行动啦，要赶快。你穿装是避免队友砍到你，对。你还是要小心女巫去毒你。嗯，哈哈。但他那个风险也是很大，因为他毒你一个，有可能你的狼队友就可以把他给砍了。没有，那时候周边没有狼跟在我旁边。
因为你还在那里看。对，我还在研究，我还在那个，都没有想多久，还在研究，好新鲜哦。先走起，没事没事啦，你的两个狼队友都在砍我啦，没事啦。蚂蚁好可怜，再来喽！不要被暴打 ，Go Go Go！ 可以。一开始就赶快跑。哎，我不能踢到你，不是我，我是谁？我不知道，我的。大的视视野都被锁在那身上了。好爽哦！大家都听我唱歌。直接打三个人啊！我跟你说不演了，我是狼人，迪叔是怨灵啊！来，迪叔怨灵哦，迪叔怨灵，那个记得啊。查他。而且我们那个院家可以查迪叔，我小走了，小走，我小走了，哎呦呦呦呦呦，好笑，我真没查，直接不演，怎么这么猎？黑猎人根本就是同归于尽的角色啊！对，至少有带到一个。那狼可以隐形吗？狼应该不行。哇！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杀我？那个还有黑狼王，所以会有两个枪。哦，对，还会多一个枪。对，所以两把枪。已经要结束了，一场要结束，也太快了。来，好了，我讲一下。我瞄到你之后，我去追别人啦。然后团团把我杀了，你就跟着我一死了。因为我刚刚砍二零，然后结果反应跑到我面前。原来是这样吗？太扯了，瞬间秒杀。你敢问他问他？这个一场超级快。这一场没有，因为晚上能带走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来不及躲啊！所以大家都在那里，然后狼人速度又比较快，所以基本上一定会砍走一些人。还是他可以跟吃鸡一样啊？随机重生点。开场我们大家在听演唱会吧。对啊。对，那什么全部能动。演唱会谁开的啊？看一下。这边定格。发发的 baby 啊！一开场就开唱歌啊。又刚有人换装了，很紧张，赶快先穿。还是他直接被爆？他重生点可不可以随机啊？你说没办法，就是跟作者说啊，感觉很酷。我觉得之后如果一开始晚上的话，要中间要随机，对，或者是像之前一样，就是让我们可以调嘛，就一开始第一天是白天，白天或者是第一天晚上要无敌久一点，不然时间过得很快，十秒结束，十秒结束一场，超快速。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赢啊？太扯了！真的假的？我也没赢，哎，我有赢啊！因为他好像要活着，他要活着，对，要活着。你看二零，你看看二零，二零赢四场了呢！哇，二零好猛哦！二零根本就是电电吃三碗饭啊！真的啊，他很安静，都没有人打他。我就看他可不可以持续赢下去，三个一，太扯了，走起来！拉长耳朵，提高警觉。先别唱。快跑，快跑！快逃啊！我觉得那个字幕一看太可怕了。耳朵提高警觉，趁机洗包，全面解决。首先，有人被杀死了。等一下，狼人，我现在看得到吗？还是看不到啊？狼人，你如果预言家，你就可以查。我不是预言家，这样我可以看狼吗？那你为什么可以看狼？你说你看得到狼，我是说看得到他的他穿装。蚂蚁是狼，还是他会隐形穿着钻石装？对，只要是穿装的都是狼。我赌你，我们没有大西施，所以只要穿装都是。好，来呀！好，好可怕。狼斑没了。现在只剩五个，太快了！一场少一半，怎么玩呢？这游戏怎么玩呢？我先说怨灵，你女巫嘛，你女巫嘛，有怨灵，我怨家，我查蚂蚁啊，他狼啊，女巫，没事啦，留着留着，已经吃了。那这还有谁是狼？波波吗？团团波波，团团，波波是狼啊，团团吧。哎，那个 Bobo 的吧，我觉得，
等下谁靠近我就对他丢药。不行了，不行，你不能再丢，你不能再丢了。你已经丢过，不能丢了。你已经丢过。蚂蚁，蚂蚁是被那个女巫毒死的，所以现在。所以我狼感觉还会有两只，你只能丢五滴，或者是有直接他们互刀。哦哦，团团就是砍人啦。团团什么职业身份？你说我吗？说明啊。波波快点的，波波是不是想砍我？波波你干嘛砍我？干嘛啦？团团倒了。哎、欸，掉完然后马上跳过白天很强哎、欸。对啊，其实这个能力太扯了，太扯了！巧克力是狼，太扯了！是谁？不会吧？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帮你们把怨灵给弄掉了啦。刚刚团团是怨灵，太扯了！团团、哦、太扯了，扯了我什么也没做、欸，等一下，什么也没做，团团。那你应该要做一下的，做一下，因为你也不能干嘛。你可以做一下啊，你可以像那个方唐镜一样，我又隐形，我又现形。男生看到你了啦，太扯了，我赢不了了，太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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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厕所附近，厕所附近哦。我擦亮是不是？没有啊，没有啊，你叫指南针啊。嗯，哦。是那个吗？下面那个吗？下面是我。对对对对，下面那个，下面那个，下面那个。那就是上面那个，上面那个，上面那个。上面哦，上面哦，那么高。哎，你小心哦，你小心哦。加油加油，你就赶快去飘那个。躲在里面会发光。你等我，你等我一下啊！太扯了，太扯了。喝酒了。太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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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我们先买咖啡了，买咖啡了。买咖啡。我以为你会打他哎。哎、欸，你不要反悔哦！你不要反悔，不要反悔哦！哎呦，哎，没有啦，他还是会打我啦，你不用怕啦。反悔一下嘛，对啊，像这样，哎、欸，哇，太扯了！我查了三只都是狼，太扯了，太扯了，太对了！我波波，你刚刚怎么死了？我们要一起获胜呢、欸！波波，我们将就没有胜利场数了。我们可以加一耶！你竟然让我加零了。波波有内鬼了。加零了，加零。加零加零。因为我觉得加零不错啊，对不对，波波？零之王不错啊。零之王。而且那时候打团团，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打到团团，发现他没有倒，然后我讲说啊，这应该是怨灵，我就指向他。原来是你哦。哦。哦。因为我是背后打你，你不可能看到我又无敌啊！你不可能背后长眼睛吧？他有啊，长眼睛。有时候应该都是了。哇，这真的是很可怕哎、欸！瞬间，第一天第一个晚上真的死太快了，各种第一天秒杀。可是也没办法，因为他晚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办法调，单纯调第一天的时间、哦。嗯，玩倒数啊！他本设定时间。再来瞧瞧角色，好瞧瞧瞧瞧角色，瞧瞧角色吗？那我们预言家只剩一只了，好不好？我终于剩一只了，他终于剩一只了，没有见习的，见习真的不知道能干嘛。对啊，这讲习就是诅咒前一个。他因为忍者呢很特别，技能一个是和最远的玩家互相换位置。哇哦，所以如果你被狼追，你用那就带最高羊，反正有可能传狼过来，替身攻击啊。哦，真的。替身狼。那第二个技能呢，就是要思考一下。因为它是随机效果，全体发光，全体加速，全体发光，全体加速，全体隐形，全体缓速，全体互换。哇，好棒哦！而且很好玩哦，很好玩，但也有可能帮助到狼，有没有？你全体发光，那狼就很开心了。哎、哦，终于知道你在哪了，小坏坏。对，哦，那全体加速、隐形、缓速，基本上应该都还好。五分之一帮助狼，五分之一帮助狼。哎、欸，这是不是很早期那个忍者啊的技能啊？很早期好像是有一好像有对对对对对，有啦，那个随机效果，对对对对对，做火什么勾的哦，火，然后就是有力量效果，对，然后很凶的那个啊，火蛙吗？还是叫什么？忘记了，忘记了，
要去找超久以前的影片。让忍者出来嗨几下哦！好啊，好，忍者出来玩。忍界大战是地图，经典城镇啊！你是哈特利吗？地图哦，小时候好喜欢看。走起，走起！哦，真的哦哦，不要啦！哎呦，真的有够 A。阿香的 A 当的要盖，走路的 B I， 阿昂拉丢巴塞，嗨嗨。啊！不要，往左转，左转，左转！啊啊！来来来来跳！你有没有孩子死了？全体缓速五秒！啊！哎，很慢。这动作很棒，这狗狼也会缓吗？应该也都会吧，应该都会。太晚了！啊啊！大美女一登场就那个了。哇！蚂蚁也倒了。好难秒。你怎么了？你很难过哎、欸，你很难过哎、欸，蚂蚁你还好吧？第一天只倒两个人，我们还有希望。蚂蚁你还好吧？我还好。哎呦，闪现了！我听到枪声。刚在炸虾那边，刚在炸虾那边。炸虾为什么会有那个枪声？对啊，很大声哎、欸，砰！哇，这好可怕！亮晶晶的时候哎、欸。他空包弹呢？我觉得你等一下你要讲。结束之后你会讲，我就太好笑了。你说团团团团要讲吗？我就是让大家缓速的那个啦。迪叔呢？迪叔呢？迪叔怪怪的。小是好人啊，我查你了。不是他，不是他。哦，是不是凡？你怎么跑那边？哇靠！我在走廊哎。是乔。对耶，不像。那要怎么逃？还是你乔？乔乔了吗？说我是好人呢。啊，真的吗？迪叔，嗯。那反正四个都好，牛牛啊，真的吗？有报身份就先信。那还剩谁？二零二零米飞，米飞，村民，爸爸，爸爸，村民，村民，村民，金水哦，村民只剩一只了，不要歧视村民，你为什么歧视我？是狼啊，你是狼啊，我知道。快跑！快跑！哇塞，加速！对啊，对我们有帮助。忍者好鬼哦，全忍者要么是狼队友，要么是猪队友。所以发发跟米菲两个，有一个是怨灵，绝对不是我。嗯，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跌倒了？哎呦，你保得了什么？你怎么跌倒了？绝对不是我。米菲，你怨灵躲哪里？你太会玩了吧！躲起来！真的有够 A！ 爸爸，二零，我们先去找米菲啦！跳他啦！不要找我啦！哎、欸，你们把那个怨家给杀了，怨灵就很强哎、欸！啊，二零，下水道是谁？哇，繁星城靠你了，尴尬了，是你吗？尴尬了，鬼吧，好紧张，好可怕哦。二零是鬼对不对？嗯，是鬼，他不是他村民啊。不要过来，不要。你什么？你什么？我发发是那个吧？哪个？你哪个？发发就是发发。那个叫什么？什么？怨灵吗？工程师啊，他是工程师。工程师，工程师，工程师，工程师。现在是间谍，这变了，他跑掉了。发发你在哪？啊！才不告诉你嘞。那个米菲，米菲在摩天轮。没有，没有，不要找我！哎，摩天轮卡住了。No！ 我不笑死。去当米菲，去当米菲。嗯？你干嘛？你是不是怨灵？怪怪的哦。你才是怨灵啊！我的精髓了，我的精髓了。笑死，快笑死了，不行，有够混乱，画面很乱，画面很乱。反正我们两个活着就好。好想当死人哦，写死啊！
尊重一下吧，很想看，尊重一下吧，尊重一下吧，死人好不好？尊重就死人哦，感觉死人视角比较好玩哎、欸。真的死人视角比较好玩，我是听你们讲话很好玩。我们在看，看戏。我干什么？干什么？下来啊！跳下来啊！不行啊！你谁？你是谁？报上来者何人？200，他是怨灵，投他怪怪的。怨灵灵，什么村民也是有用的。怨灵灵，怨灵灵，村民也是有勇气的。那你要唱一下。你没有，你是刀人，你是什么？哎，我没有，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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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我看到爸爸在建筑物里面。哎，你干嘛啦？哎，谁在说？你不是说你就下去吗？哦，巧克力怪怪，就跟他是怨灵哦。不行了，你现在是死人了，你不能讲话了。对，你现在只能是精神了。哎，你现在只能跟我们数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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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欣，你有读过了吗？啊，读过啦、啊。你读过了。好，可以挂。我不能讲话，对不起。他是鬼。啊啊啊！有黑料带，哦呦哦呦，这个鬼是谁做出的？这个太可怕了，这一定是二零零，这一定是二零零，哈哈哈哈哈。啊。哦，发发发发，快点合作，发发合作，你在哪？啊，你在哪？你在哪？我在河。他在哪？他在河的另外一边。火之下机。我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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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出去？等一下我迷路，等一下。快下来！好好好，我下去，我下去。二零是很卡。哇，有点累，他现在很卡的。他那边，他那边。二零卡爆了，他卡到爆炸。对啊，他每个卡到爆炸。你们讲话。哎哎哎！耶！哦！再见了，原来是狼鬼。难怪晚上时候好像有看到三个狼。三个，三个，只是我一个好人才。我被狼看屁股了。没有，我知道蚂蚁是女巫，她想瞄我瞄不到，然后所以我砍掉她，她很难过。左键，蚂蚁你按右键。她有啊，我右都按的。那什么事？没有，我刚刚想说时间快结束，我是猎人，我要在那个晚上前赶快先瞄一个狼。然后我先放闪光弹还他，然后要瞄他的头的时候没瞄到，就是。哦，对，那个声音是闪光闪光弹。哦，表哦，对啦对啦。闪光弹。嗯。闪光弹。本来是跳下去，哎，闪光。就让他缓速自盲。是哪一个角色啊？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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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刚蚂蚁就很失望。哦。难过，超难过，我就很。他被偷走了。因为我左扭右扭，我就想，哦，他应该是女巫吧，然后把他刀掉之后就穿他衣服。我就一个小小平民，努力生存。哦、你是村民哦，对啊，笑个屁啊，你还都没有票了。我刚之前我以为你是狼哎、欸。再来喽，三二一，走起！好扯哦，二零五了哎，好扯哦，好扯哦，完了，这个等一下唱歌，谁又在唱歌？等一下会卡，等一下会卡，等一下会卡，对啊，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为什么不是 right now？ 念言辞哦，好扯，对啊。小雨是好人、欸，真的蛮难瞄的、欸。你在怎么瞄啊？哇哇哇！那个不小心透露了，我感觉应该是女巫岛了。来了，狼人换左扭右扭了。如果我是村民，我可以讲吗？可以啊，可以啊，什么身份都可以说。有没有人要信而已、啊。你说是不是狼人？哎呦喂！哦，安德勒西，安德勒西。
很大的心。哎呦，闪光！哎呦，哎，谁换团了？我刚刚被丢了，对了。我在追，我在追。哎、啊，你怎么跳过白天鹅？我按到，我按到了。我在帮团团。在哪？我现在我在瞄那个人的头。谁、啊？你刚刚这里有一个狼。刚才迷路了。繁星，那你什么？我怨灵啊。你是谁？你是谁？怨灵，小雨，我票繁星。我保的不好，我来帮你们票了，你们干什么？我。你乖乖的，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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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喵喵，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等下死，预言家开始，预言家开始，快点，预言家死，我不能啊，真的吗？刚被狼追，刚团团说我是好人呢，他才是吧？对呀，你是不是骗人？你先票，你先票，宝宝，先票宝，票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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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感觉混乱，感觉混乱，完了，哎，完了，票他，票他。有人没唱歌？你是不是包包啊？啊，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不是 Monkey 吗？哈哈哈哈哈！你是 Monkey 吗？他刚刚唱歌了，你不是 Monkey 吗 ？Monkey 吗 ？Monkey 吗？欢迎欢迎欢迎！啊，我怎么看得到人呢？哦，全部都发光了！忍者用发光！哇！戴罪！这个忍者有点无耻哦！来啊来啊！他带罪到我，好爽啊！很心很心，反正好爽哦！啊？哇？为什么他一直闪？我心因为我是怨灵啊！我可以隐身啊！这太逼了！太逼人了！没有，刚刚忍者把我拉过去哦。你在乱说！我一定先打他。你凭什么？村民。那你要村民？怎么可能？你都心虚了，你输。我村民都不好笑。好，哇，我是狼人啊！所以忍者的忍者死了，忍者死了。I'm a hunter， 波波波波狼人，走，我们去跳波波。不是，最好像是我在，我在。Give me a sign。Give me a sign。我在逼。干嘛啦？哦哦。刚我在被一个狼人打，就那个忍者抓我过去，还有我被另外一个狼人打。你确定？你确定？没有，我不确定了，我不确定了，我不确定了。你要再想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打他，你不要打他，我会死掉。你这样不要加零哦，你要加零哦。我们先去打一下。不行，不能打他，真的真的不要打他，真的不要打，我求你，我求你，我求你。这个打一下，你先解决那个怨灵啊，先解决怨灵。我就解决怨灵吧。他一闪一闪的，你一闪一闪亮晶。哎，三者人爱啊，很棒啊！你是黑狼王啦，那个绑定他一下了，绑过了吧？还能再绑吗？再绑几下，再绑几下。你们那个狼跟怨灵先对决一下。等一下，怨灵又跑去哪？对一下，你们行不行啊？你们？他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我整个人都是繁星啊！哎呀，都是真的是满天都是繁星。你要先解决他，先解决他。我现在被绑定了，好扯，好扯。对啊。哎呀，先解决一下，先解决一下。迪叔加油，迪叔。干嘛？干嘛？啊！说一下繁星呢？哦，来了。哎，走。迪叔，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我觉得这个牺牲是值得的。你这个人是迪叔，你要想清楚，迪叔。迪叔，飘一下，飘一下。哇，要连票他也会跟着出去耶，好棒哦。对啊，因为我早就锁定你了 ，BO BO， 好爽啊 ，BO BO。想赢，我相信 BOBO 的表情一定跟忍者在拉人的时候一样惊恐。我跟你讲，怨灵好闪哦，超好笑，怨灵超闪。
真的好惨哦、喔！等一下白天是三个人啊，所以就都会发光了。你要要跟上，要感受到那个信号，感受到那个信号，很贵。你要那个，有没有？你不要不敢，你会感到自己人哦。哦，真的假的？有没有刺骨寒温？刺骨寒温？有有有 ，ENF 有没有 ？ENF 有，五级通灵版，通灵版，通灵版有，没有有，那有太多了吧？好哦。其实你们有黑狼王也可以那个、啊、黑狼王锁定，然后黑狼王锁他，然后对、啊、对呀、啊，你把那黑狼王砍了，就黑狼王只是要牺牲黑狼王，搞不好黑狼王死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几个意思？什么意思？几个意思？你几个意思？你到底还有哪些不懂？他刚刚还想要砍200，我真的很傻眼。你刚刚乱挥就挥到200了，因为零中无敌啊，你挥没有用啊。你只能对啊、哦、在这时候回、哦、哎呦啊一啊你是不是有在听吗、啊、他一定没有啊他他现在脑袋炸裂了他在他在努力的他在脑袋炸裂对我好痛哎呀你好痛你有什么问题你说啊你打了一顿然后说我头好痛哦、啊、我刚开始哎会比较好啊应该是小雨吧繁星拉过来不是我跟你讲，他真的超好笑。小雨可以，不是不是，听我说，我在被一个狼追杀，他准备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说，哦，我赶快换一下，结果一换，然后换到另外一只狼前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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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繁星活下来了，因为他是原力。可以，超智慧。我在跟另外一只狼玩呢、啊。对，在跟我玩。好水的，运气不好。对啊，我快笑死哎、欸，超好笑的、欸。那奇怪，怎么换位置啊？什么情况？最后是迪叔被票，但是迪叔黑狼王有紫枪繁星、哦、所以胜者又是200。哎，好扯，200又强了呗、哦，真的哎、哦。谢谢迪叔，是古力吧？古力，好扯啊！我好难过。好人感觉很难过了，好人的村民不当村民了，不当村民了啦，他跑去当掘墓者。哦，这是什么？新的，新的可以看看哦。他呢，就是人家倒了的话，好像会有一个墓碑。嗯，那掘墓者可以到那个墓碑那里去使用技能，那你就可以成为那个职业啊。哇哦，对，那个职业。他是百变的意思吗？可以这样去想，盗墓者哦。那不晓得阵营是否也会跟过去？就是如果你看到的墓是狼人的墓，那能不能变狼？这不晓得，就要玩了才知道。哦，好哎、欸，每一场玩家死了都会在那个地方有墓碑，只有掘墓者看得到墓碑的位置，是一个蓝色的烛火。那，请问一下，哦，他捡到狼的东西，他是哪个阵营的？应该就变狼了吧？他说预设阵营也会变啊，所以对啊，转变村友就是转换。你原本是好人方，那最后看你转到哪一个，就会是哪一方。好爽哦！哎、欸，感觉很好玩哎、欸！我想变成怨灵，对，好像捡到怨灵哦，哇！变成怨灵，真的好像捡到怨灵尸体哦。嗯，那就试试看啊，好喂。没有村民哦，掘墓者，三二一，走起来！走起！墙头草，我想一转啊！喂，先跑，加速，等一下不跑起来！哇哟，我好快，好快，很快，很快，很快！可是我很好奇，晚上那个怨灵也打不死，他不会变成什么？白天，他白天被票死了，白天被票下，就是他晚上被那个墓啊，倒下就墓碑，亡国之战。王国之战，哦、复习，复习，就会变成墓碑就对了。嗯，对，他的墓碑就是一个小小蓝色火焰嘛，只有那个掘墓者看得到。哦，嗯，确定呢？来看一下好了，看一下呢，看一下呢。哦，小雨是好人哦。我喜欢他。哦哦哦！对面 seven 有两只狼哦 ，seven 有两只狼。好 ，seven。沙文伊拉文，我上面炸下旁边，炸下旁边。团有点安静耶。
没有啦，因为我你们等下就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安静了。为什么？你在咏唱哦？为什么？你是什么？你在咏？你是在干嘛？你在干嘛？怪了，怪怪了！哎，这种人今天大家都活下来了，对啊，为什么？为什么？那我觉得米菲会是狼哦。我觉得怪怪的，我觉得怪怪的。有有有，我是忍者，我是忍者。啊不，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你你偶尔称赞我一下是会怎样？是不是？有忍者吗？忍者是谁？没有忍者吧？我觉得忍者死了哎、欸，是，有可能哎、欸，他是掘墓啊，他拿忍者的东西。忍者是彪彪，完了，我等一下全体晚出。彪彪没讲话啊，我等一下全体晚出了，你们完了，你们完了，完了，对对，我们不能招惹忍者。反应为什么跳过啊？讲说，对呢，我干嘛跳过？白天呢、欸？跳过人都怪怪哟。我预言家呢？我查你，我要查你了，我要查你了，巧克力要查你了。拔超度，拔超度，拔超度啦！我可以跟你一起放闪光哦。哦，巧克力跟小雨都是好人，都是好的。真的哦，这个真的是全体缓速了。啊，来来来，不要不要不要，先不要看我，先不要看我，先不要。哇！这这这，快跑快跑，摔死了！哇，死了吧！不，我觉得小雨是掘墓哎，怎么办？我想挖坟墓。挖不到了，有自己的坟墓。锁定喽，锁定喽，锁定喽。那边那边有鬼，有鬼，有鬼，有鬼。迪叔是不是你呀、啊？你很安静哎。锁定了，我锁定你队友喽。你想一下啊，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想一下啊，你想一下啊。你们现在三个人有优势。对耶，白天先跳迪叔吧。怨灵呢？我在找啊。怨灵哦，你是怨灵啊？怪怪的。啊，想一下，想一下，迪叔是不是你？哎、欸，包包好像是鬼耶、欸！没有啦，我按我忍者，我变、啊、我变换。你忍个屁！你刚刚他忍者，他一直说他忍者。我把人家传过去，那你那前面那个人，我们场上有一个忍者，刚刚十个人都活着，没有人跟他对跳。对对对，所以他传一个人过去到你面前。那你前面那个就是鬼，你前面那个就是鬼。迪叔在哪？20还是蚂蚁？啊！你刚刚不是在你旁边吗？不行，要给二零死，要给二零死，二零的分数太高，二零分数太高，二零分数太高，二零太多了，让他让他死，给他死，给他死。二零，你们玩这个是什么？报名是狼人杀，二零在哪里？小七，小七，二零在小七。你太多票啊，跑掉了。我会想一下的，他往上走了。啊！怎么会这样？太狠了，太狠了！太怎么真的？我们会想一下的、啊。单杀，我是好人。太无情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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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快跑！期待。这就是报名呢。好啦，那个米菲是狼。哦，米菲、啊、哦，好。对，我是狼。啊、可是怨怨，对，我是狼。对，可我在很努力呢。那个二零是怨灵吗？我觉得是呢、欸啊，他不是狼吗？喂，他是狼吗？拜罪！哎、欸，你想一下哦，你想一下哦。是什么？你好，爸爸是什么？不是你哦，是你喽。村民？为什么？不行，你这个小猎人哦，我是猎人哦。我也没有叫啊。为什么？你被指枪了、啊？谢谢谢谢巧克力，谢谢巧克力，你人是人是，而且我还怕那个我是锁到二零，赶快再锁他一下。我就跟你讲了，你就不相信。你人真的好，没有不相信会有怀疑是正常的。哇，那这样那个找不到谁谁谁团团，你水里团团，你为什么？没有，我跟你讲，我不是，我刚刚会安静，是因为我在背台词哦。你哦，你想唱歌哦？你要背什么台词？我在准备歌单呐、啊哦哦哦哦哦哦哦。那叫歌词，还是感觉比较像是想要演什么，有没有？哦哦，哎、欸，等一下，发发，发发是不是怨灵？是啊，我就跟你讲，我是我就怀疑发发跟迪叔啊。嗯，是不是蚂蚁？蚂蚁是狼。所以那我们我是村民啊。不是啊，但是怨灵的问题啦。先找怨灵出来啦。我先找怨灵，我不是怨灵，我不是怨灵。阿法，我要查你喽。那你是好啊好啊。查吧查查查。哦，你是 witch 啊。你是 witch。啊。来，这一次全体加速啦！来，我真的很扯哎。好扯哦。你在查到升天啦！
有吗？不行，我刚背这么久，我要来去唱歌。有哦。那我先浪费时间，口渴也要声音甜美。完了完了，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有歌本有歌本了。啊！迪叔，熬夜回来给我充电。哇！我终于加一了。哦。哎呀，二零真的死比较好哎。真的哎。第一个，你说这游戏有没有怎么玩？二零先倒下来就没事了。嘉玉，你也有这天啊？哦，小雨没有挖到墓，我命运太高了，掘墓者掘墓，没掘到。好像不会一直在，好像只有第一天吗？在一个晚上而已。你说一个晚上啊？对对对。啊，所以你还要赶快去找。对。找新鲜的鬼火，新鲜的鬼火，超小小一个哎、欸，超小一个。尸体在哪？尸体在哪？这样。对。所以一开始先到高处，然后看到哪里倒了过去，可能比较好。哦，赚钱机会来了。赚钱，赚钱，赚钱，赚钱。节目等一下可以加油一下喽，再来喽。哎、欸，你可以跟着二零啊，走起来。跟着二零，我觉得不错。变着他，变着他。听起来不错，听起来不错。阿长，耳朵提高警觉。冲起来，冲起来。冲冲冲冲冲！哇，这加速很赞哎，真的很赞的，耐输。又打，可以打鬼。只要你是傻、啊，是锁定他，你死了就是他死。我是一个墓碑，就像我刚刚那样对你，我就锁定你了。不用你会跑，就是同归于尽的概念了、啊。米菲已经锁定猎人，那狼人哦，狼人自己小心哦，不要乱打他哦。你说不要乱打米菲、哦。哎，墓碑。我。声音太大了、欸、啊！太阳上来，太阳上来，他应该二零倒了。波波在他旁边、啊，对，不是我应该好人，我不是，我是好人，对对对，我看到、欸、我看到，这里有个怨灵吗？阿苍耳朵低，突然是哪？啊！你有不是迪叔啊？那你到时候看波波啊，波波有可能是啊，不要，不是我，不然是谁？迪叔，我看到有人在玩，追他在后面。有是团团嘛，对不对？哎、欸，迪叔团团都跳过，迪叔团团。哎、欸，我跳过吗？你按到了，波波，回头，波波，回头。尤其是狼。是啊，我不是狼。迪叔，你是什么？你是，我是，你是什么？团团是狼哎、欸，白痴啊！你是人鱼吗？对，我是人鱼。团团是狼啦，是团团啦。那繁星呢？啊，繁星没有，他刚刚要追杀我。我在找团。我是女巫，我是女巫，我是女巫。好好，来。繁星什么、啊？你不要害我！就说团团是狼哦。对啊，团团是狼啊。那你怎么？很重要的职业。很重要的职业。怨灵。是不是怨灵？团团觉得他是怨灵代表团，怨灵倒了。我不确定啦，我不确定，我不知道。没有，因为你会知道你的狼伙伴啊，所以代表繁星不会是狼。直接唱歌。你的歌是用叫的、欸，狼人搞鬼来，你搞鬼来，狼人，哎、欸，蚂蚁蚂蚁对毒死，我帮你一下哦，有没有办法发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们都去死吧！对不起，你们已燃烧到废铁了。砍我，砍我啊！杀的嘞，你狼人杀的伙伴们，对不起。啊、不要了，你谁啦？你不要了，砍我！后面很乱啦。为什么要砍你啊？后面很乱。他纸枪吧？哦，我很开心哎、欸。别他，别他！天哪！亚洲熊猫团团在哪里？团团，还有发发，还有发发，发发，团发团发团发。哎，团团打我！你要票他，你要票他！我不怕熬夜，我打黑眼圈耶！耶！波波后面，波波后面，对，我看到了。哎，正中央，正中央票票。哎呦，我切西瓜，我切西瓜，我们包抄，包抄他，包水饺。哦，我跳过，我跳过，我很跳过。不要先跳，我已经跳过，我已经跳过了。那你快点打我！已经跳过了，没救了，没救了。有，没有，刚好六六六六六六六，哦，耶！波波，我们躲起来，我们躲好，好，我完蛋了，我在一个大马路上，
那我帮你，我帮你。你帮我，你不要隐形，隐形，隐形，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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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对我有信心，对我有信心。我很怕你直接一个全体反噬，我直接点地炸你。没有，刚刚只是想说迪叔怪怪嘛，让他倒一下。哪里怪？哇！我要再加一了吗？好开心哦！加一，加一，加一，绝对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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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你安全吗？他在哪？安全，完全。每次等一下就发光了啦，等一下就。好好。哦，对啊，等一下就无所遁形。发光，等一下发光。就无所。我让他在中间水里。来，我们中间集合，中间集合。我是跟你。我想说，换有没有机会换到他？没事。啊！还在中间，中间，中间，中间。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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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来呀！两个那边回血。哎，爸爸，我们再一夜怎么样？这样子我就可以带走 Bobo 哎。要不要想一下？要不要想？只要你现在就可以带走他，你现在就可以带走他。你现在可以带他，我先带他是不是？没有不行啊，那我跳过。你刚刚没有锁他哦，啊可恶！我来不及啊，啊可惜。我刚刚在场边在那边玩一天。你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完了，波波加一了，波波加一了，加一加一加一，原地加一，我在留言区直接加一。我的天，剩小雨零了，小雨，你要记得玩游戏哦。我有啊，他就是有玩才会死吧？我就是一开就死哎。#hashtag 让小雨活下去，小雨活下去。让我挖一下坟墓哎、欸！那个啊，掘墓者，如果你拿着钓竿的话，他会指引你到最近的墓啊。哦，是要拿的哦。对，就是有人倒的话，你拿钓竿，他会指引，怎样指引就不太知道。啊哈哈，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我是我，我在你留言区直接加一。笑死。那我们接下来让那个、啊。抖 N 抖 S 也来乱一下啊！哦，好，这是什么？感觉一个碗会死更多人喽。抖 N 抖 S 其实就跟过往一样啦，可能要倒一下在哪里？在17、18。哇，你很倒嘞！哎呀呀！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看抖 N， 抖 N 他一定会是好人方。嗯，那他的话是第三方阵营，就是他只要被票出，他就会独赢。所以他白天就要想办法让自己被票。OK， 然后他应该也是一样，就是他没有投票的方式，过往是这样。没有投，就是他没办法票人。哦，所以他没有作用啊？有啊，没有，他是一个副职业，对，辅助职业。副职业就是你有可能是女巫配上抖 M。哦，对，那你如果是抖音，就是第三方阵营，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被票出去，白天被票出去，你就会赌赢。OK， 好，对，那你自己是没有票人的，过往是这样，好好。那抖 S 呢？抖 S 就是都有可能，他有可能是坏人的阵营。那他的功用其实就很单纯，只是他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查谁是抖 N。那如果你查到的话，就会公布抖 N 玩家的名字，让大家都知道。那你自己如果死掉的话。抖恩也会带你去死，懂意思吗？就是如果你是抖 S， 你就是查人，只要查到，那你倒了，会先有抖恩代替你倒，就这样子。哦，所以自己不会死？就一刀，就那一刀而已。第二下你还是会死。嗯。哦，好好。那抖恩、抖 S 都是副职业哦。好。对，不要想说，哎，我的职业就是抖恩，我的职业就是抖 S， 没有，他只是副职业。哦，好。嗯。迪叔 OK 吗？迪叔回来了吗 ？OK， 可以，副职业。迪叔感觉很强哦。嗯，那再来合体来啦，也吃点心喽。三二一，走起来！抖 N 抖 S 来了。哦，我们加速加速加速！哈，跑啊跑啊！哈，你波波被波波一个狼倒了，他被我毒了，耶！对呀。对呀、啊，哎、欸，小心！对呀、啊，快跑啊！那个，我不能说，我等一下再说。好、啊，你等等再说。怪怪的。啊啊啊！所以我是不能用毒了。哎、欸，啊，掘墓如果挖到抖 S 的东西，不算吧？这就不晓得了。掘墓啊！不要靠近我啊！有
哎，节目者叛变了，节目者叛变了。哦，我知道谁可能好坏哦。是谁？因为我刚刚不想讲，就是因为第一个死的是狼，如果节目者过去的话，他就变成狼了。哎、欸，对，没错。我正想喊话节目者，你可以去当女巫啊！你已经变心了。节目，单挑啊！你可以继承我啊！单挑，单挑。我看到三个穿衣服的。哇，怨灵没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跟狼对决就好了。你怎么没有、哦、对耶？李叔什么啊？李叔，我村民啊，村民没有村民了哎，没有村民了，节目了，我节目了，你节目者啊，那出来啊，他叛变了，啊，我在中间，我在中间，对对对，我在中间，等下很抖音呢。没有了，怪怪的，好烦哦，怪怪的，不是啦，不是啦，我来帮你们放点 buff。哎、欸，用错了，你用错了，你要再想一下哎、欸。你在看？没用错，用对了。还行吧，这位置。还行。我知道我被谁跟谁换，他换到一个好偏僻的地方。我啦，好偏僻的地方。繁星是好人，繁星是好人。小雨呢？猫猫，猫猫，你是谁？猫猫，可是你都没有想要唱的感觉啊，怪怪的。他、啊、又没有人走到我旁边，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冲出去唱歌吗？没关系、啊，突袭演唱会，想唱就唱。你想干嘛？小雨是什么？小雨真的是什么？我是人鱼啊。不要，小雨是狼啦，我是人鱼。Never gonna give up. Never gonna give up. Never gonna give up. Luca， 我觉得他唱的比较好啊，小雨。哇，不是，他演唱哎，他怎么唱哎？哎我。我在帮他伴舞，小雨蚂蚁迪叔，我在帮他伴舞哎。我感觉这除夕演唱会，除夕好精彩，这是除夕演唱会。而且麻吉在旁边看，小麻迪，我在伴舞。小麻迪，小麻迪有没有看到在哪？没有。有，看到人起来了啦！在你屁股后面走。蛙尖，蛙尖没了。蛙尖，哇！没点了是不是？没得吃了。你说你可总可以跳过？现在这版本不是都不用演了吗？迪叔不演了。而且我们，哎，迪叔，可是如果他一开始是掘墓者，他有可能是抖 N， 然后变成狼，那会是怎样？哎、欸，对耶，如果说对也有这个可能性哎、欸，对呢，他不很漂亮，因为他以前就是抖音，不会是坏人。哎、欸，他跳下去了，他跳下去了，安全就不行了。抖音还在吗？是不是要突袭演唱会一下了？突袭吗？我看哈，突袭四个狼人，哎呀，团团唱歌啊，团团，哎、欸，他下去了，哎、欸，来团团唱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哎呀。抱歉了各位。哎、欸，等一下，为什么？三狼啊，就是掘墓者变狼啊。嗯。啊！完了。跟住。掘墓者坏掉了。回戏，回戏。哇哇哇！我们一起弄他。带罪。带罪。被拉走了。白痴哦、喔。丢到最远呢、欸！你是拉谁？你是、他拉到狼了啦！哦，我拉到狼，还可以拉到狼、哦。可以啊！对，你拉到小雨，你很棒，没事。我看到小雨了，跳过，跳过白天，小雨就可以出局了。输啦！我很受不了，好人呢、欸！我一直被爸拉走，一直拉走、欸。哎呀，我再拉一次而已。六，我可以。哇塞！哇，战争，一直打，对啊，狼啦，蚂蚁也是狼人，环抱，就剩他们两个，环抱，那我的
楼下。真苏麻吗？苏麻，对，苏麻，苏麻组合，苏麻，苏麻，苏苏麻麻，来过来让我苏苏麻麻，过来过来过来，什么鬼？啊、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过来！哇，这个麻很凶，这个麻很凶。哎呀，人家是大蚂蚁姐姐，找不到人头好痛。大蚂蚁姐姐，大蚂蚁。快点不要！回头回头！哇哇哇！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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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被摸到屁股了，等一下、哦。你在哪里？你不觉得我很聪明吗？都在最后。阿星，你拿刀吗？我拿刀啊。我也拿刀。那在这附近。哎、欸，后面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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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旁边河旁边过桥了。哎、欸，你拉可不可以叫一下、啊？对对。给我们一点准备嘛。对啊。好的好的。没问题，等一下肯定叫。哇哇，他们又在跳。完了完了。有办法吗？嗯，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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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丢了。发跑发跑。躲起来躲起来躲一下。丢了。有八秒八秒加无敌。那我看一下哦，恶灵什么？恶灵恶灵怎么升天了？恶灵怎么升天了？好坏被你害耶！我要被包围了，我可以换下吗？你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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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哇！我觉得你是可以想一下啦。可是我用哎、欸，不是啦，他可能是说后面那一只啦。可以想一下啦。哎、欸，你被夹了，你被夹了，你被夹了。你要确定哎、欸，你要确定哎、欸，你要确定啊！哦、啊，他是冤哦不！拜托拜托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他是无敌吧？他只是无敌啦。人家无敌。哦，你是但是、哦、但是又没有了。不跳不完的。我没有办法让某个人持续的升天。可以啊！哦，不会有，不会有。哇，这个好刺激，这个好刺激！哇，再追啊，再追啊，再追啊！哇，根本人鱼耶，我是天哪！哎，你跳过，好跳过，跳过，好强哦！哎，迪叔，迪叔是不是不会游泳？哦，完了，完了，加油！好强哦！那加速在 游泳真的是完全没有那个、欸、完全没有对狼因为狼会加速啊所以游泳就对了大蚂蚁姐姐环抱好可怜又送我一个看一下啊那个一瓶一瓶是弄到了找到了哎比说我们应该杀掉他的哎呦天哪一个结怨场，一场被超度三次，我还是去。北风二零，你很有游戏体验呢，我的天哪，很不错你。对啊，一直 Q 到你耶，嗯、真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你拉他的话是把他拉过来。我好，我换了。哎、欸，你拉他了？屁啦！你把狼拉走了。哎，真的吗？你原本在哪？啊、河道，河道，河道，他在河道，他在河道。蚂蚁姐姐，哇哇哇哇！蚂蚁姐姐飘了，蚂蚁姐姐飘了，蚂蚁姐姐，第七天了。嗯，哎，你们在哪？阿力，爸爸，你迷路了。哎，繁星有看到他吗？哎呦，水下，水下那边，河道水下，繁星被漂了。哦，我看到了，阿娃，阿娃，就是对，这里就对，这里就对了。不要不要！可以，这个主持人卡住，卡住。啊，我太……你没有飘他，没有飘他。不是啊，为什么不飘？是因为我是抖刃，可是为什么会有飘人剑啊？啊，故意的，那是有。可是你砍他，你没有飘。你没有，没有，没有，有有有有啊，就是有啊，所以我才一直没有按啊。奇怪哦，没有，那有可能他更新就是抖刃也有办法飘的。哦，那这样其实很强。对，所以我不想赢得很，就知道原来这样子就知道了，抖音也能票的，就是可是抖音没有票，嗯，你找我们狼人全部票你就好啦，就赢了。抖音是怎么没有？抖音是没写，而且我刚刚完全没职业，抖音就真的是抖音哎，对啊，抖音就是职业，我是一个职业，他只有一个，真的假的？他抖音是抖音现在变成职业了，对，那他没有技能吗？完全。完全没有，所以刚被拉，我整个很无助，你知道吗？嗯、我知道，现在抖 S 变成主职业了。嗯，哦，
好人。所以刚刚这一场没有抖 S， 因为我们职业比较多，职业太多了。哦，对，那抖 A 现在就会变成是他是主职业，然后没有其他技能，嗯、可是他也可以票人，对，还可以票人。对，天哪，哦，这刚刚是抖 S 吗？没有，好爽啊！我们职业比人多。对啊，他刚刚有了那个变成狼啊，怎么还输啊？谁呀？是迪斯，是蚂蚁啦，我上去就变狼了，我想说，哎，好好玩哦，挖一下看看。挖一下，我想说，你可以再想一下。只是觉得好像好玩，就去挖了。哇，这掘墓者很可怕呢！对啊，好可怕啊！哇，你可能挖下去变 M 欸，真的有可能。那我觉得这样子不错，就是我们现在职业是比人多的，对啊，这样也好啊，慢慢猜嘛。而且骗职业，慢慢猜。骗职业，职业，慢慢猜。那抖 S 不要好啦，好啊。但抖 S 选到其实也没啥用，对，就只是可以抖 S， 就是抖 S。你说你是抖 S， 然后就这场没有抖 M， 不就？尴尬，真的哎，好难过。对，原地职业。所以现在有抖 M 吗？有，米菲现在这样，抖 M 他是主职业了。嗯。所以你如果是抖 M， 你就是一个独立的阵营。OK。那我要干嘛？被打。你就是一样想让大家票你。对。哦，好。对，那你也可以票人，因为他就是也有票人键。所以他没有技能哦。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没有。哎，那很没有用哎，我就没了。对。所以你只是要想办法白天可疑，然后让大家票你。所以爸爸知道为什么躲那么远了吧？我们的好所有的职业是比那个人物人是比哎职、欸、业比人多，职缺职缺。对，有可能人鱼缺或是忍者缺之类的，会有缺。好，就让大家去可以去猜想一下，好不好？好，让大家猜一下。变难了。可是抖一走起来，抖 N 也不一定要那个哎、欸，毒瘾哎、欸，他也是好人阵营，对，欸、全体护卫的阿布都在，太快了，不要这样，哪有人把我吊狼前臂？你们坏啊！吊到人了，太惨了！我们谁在唱 M？ 米菲是狼，米菲是狼，不要超度啦！米菲是狼，好啦，我是狼啊！现在已经大方承认了，是不是？突然想不到，没有，因为全部转变，你知道吗？我不能讲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讲吗？可以啊，可以啊，都可以啊，能讲就讲，可以讲。啊，小雨想干嘛下去了你？哇，小雨，你这个，小雨今天真的要加领了啦！我今天要加领哎，哇塞！你自己要办，你要想一下哎，小雨。哎，不是哎，我真的追不到人哎，太惨了。玩是什么？谁呀？掘墓，你想清楚，我守着墓哦，谁来我就票谁哦。哦，二零是什么？二零啊？你是？米菲是狼，米菲是狼。没有聪明啊，二零过来。怎么？不是，等。怪你是什么？你是怨灵吗？怨灵吗？是什么？怨灵吗？我掘墓者啊。不是，我觉得二零可以票怪怪的。可是他会不会抖 M 啊？我怕他抖 M 呢。离开这里，爸爸离开这里。他是抖 M 呢，真的假的？你离开，你想？你是不是想掘？你是想掘？哎，我觉得二零是抖 M 啊。他想转职，他想转职。他是抖 N， 但爸爸感觉掘墓者有点想转职，我在看他。爸爸想转职，好，完了，乔 K 是守墓员。爸爸现在是急转园丁，我守着小雨的墓，不让小雨被人家搬走。盗墓是不是？对，小雨想盗你墓啊。宁宁啊，你这个缓速好好好，缓，哎呦吓我，好缓，狼人也会被缓啊，对啊。Oh my god! Oh my god! 没事。二零是好人，所以他应该真的是抖 M 了。对啊，可是我是掘墓者哦。抖 M 哪？抖 M 哪？刚刚是抖 M， 因为他那么紧，他都没有把刀拿出来。那你要抖 M 一下。狼在马路哎，跟一只猫在玩哎。跟一只猫在玩。好玩。那比如说，你接下来怎么找怨灵呢？好啊。你可以对话，你可以问人。是不是团团？哎，我刚刚都用宁宁了。哦，是不是宁宁的？宁
迪叔小心。翻译什么？我是猎人啊。好，那就是那个啦，米菲啊，法拉。我是抖 M 、啊。月领，月领。哎，发发在下面呢。讲一下，真的假的？发在哪里？发在哪里？爸爸爸爸我是月领，我是月领。你是月领对啊？是发发。不是，我不是月领，我是。看到了。我是鬼。你是鬼啊？你是鬼。不要啦！发发在哪个下面呢？有了，他想我们三个一，跳过了。没事 peace and love， 你们会后悔的。宁哥，嘿，为什么？你误位置。哦，我的天哪！好，我没事了。这人走有点怪怪的，吓我一跳。没样啊，波波，你是臭狼。我是深海里最美妙的美人鱼公主。哎呦喂！哎，是谁？太醉。哦，你跟狼换位置哦，你跟狼，我刚刚在抄角落哎，哈哈，真管在那个停车场抄角落那边，停车场，完了我要过了，我请支援收银，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杀我？不是，哎，哇，怎么连续蚂蚁里面有纸刀？我看到了。有人从背后来。米菲跟繁星了，是米菲跟繁星了。我不是。米凡，你就是米凡。嘻嘻哈哈。你不要这样笑，很恐怖。乐意的笑啊。但是在后面呢？哎，在哪里啊？后面。队友多一个哎。团，你要好好活着。很难啊。好好活下来，领你的份。那应该跑掉了哇！我们现在没办法吃饭了。哇，已经不演了。在这边边最安全了。你赶快跳过啦！哦，跳过、啊，跳过，他一开始跳过了。哦。他嘚儿一个消，这怎么办啊？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哇，我掉下来了？我们就只能白天努力。哦、好卡、啊，为什么突然那个？你怎么了？全体换位置，你领，很过分！我跟你讲，这种杀超多人，好爽哦！这里面怎么可以这么多次？对啊，哎，你让我头超晕的，哎，好玩哦！怎么可以一直换？又换。换了又换，女团我们要联手出击，你在哪里？太难了啦，我不行，我真的。你身上有很多条人命啊！真的啊！我是熊猫团团杀的。你人在哪？还？我在，我现在不能讲吧？讲一下啊。安布雷拉，哎啦，给我个信号，给你的赛。和，我在和。你在和哇，这个跳过这个太扯了，而且他怎么这时间越跳越快、欸，好扯。这里吗？对啊，他好像是很早的时候按就会很快、欸，他好像是爬 对、啊，没事。团，我们走一起，你不要再乱按了。我帮你唱歌。那我们这样等于是白天我们都只有一半的时间而已。对耶，对啊，超快的。我们先去高处，这边没办法过了，这边没办法去啊，完蛋了。这边走这里。觉得怪怪的，我怎么听到怪声音？没有啦，你没有听怪的。我在哪？我找不到路啊！哦，这里、啊。对的。我们要不要拜拜？可能有鬼。哎、欸，好卡哦。你看。真的吗？你觉得卡？哎、欸，它指向边界外、欸。先卡一下，不能。那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怪怪。我们先看好他们的位置，我们先看好他们的位置。可是要不要再过去？看好他们的位置。哎呦，没有，我们那个 ENF。再看一下。有没有五级？找鬼房，一百级了啦，在哪里啊？他们也没出来。哎呦，我老落去啊！那老落去了啊！你那老落去了？你是不是看到我了？啊，在这里啊！有八七。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你在想什么？你现在没有力了。你在想什么？对耶，你再想一下哎。等一下，走一次。人鱼没有那个啊，人鱼有加速，所以你应该马上跑。我应该跑的。对
该没无敌了，没无敌了。第五是繁星，对决。白痴啊、喔！我这个忍者不及格，我要回去忍者学校了。对不起，你这个204操倒哎，对。团团，我们很多人在忍者的身上。Sorry， 还在缅怀迪叔的沉默之后，就被人家从背后了。迪叔，我刚一看到怀疑，我直接砍。太难玩了。你看米贝，你从头到尾都直接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差。对啊，我就一直杀哎、欸，我真的一路一直杀哎、欸。一路杀，你们这些连观众都不如的、啊，还是给观众啦？观众这么嚣张啊，好难过、哦。小小、啊、那个小雨加油，最后一场喽！小雨好累哦，好难玩、哦。想清楚、哦，小雨。哎、欸，我一直都有赢，只是我都没有活下来。一开始你就被砍了，那个没办法。他自己，我的女巫，他自己走向我，我手上就拿着道具一直看向他，够明显了。哎、欸，不是啊，七分之一我有什么办法？七分之一，你要被威吓一下啊，你就退啊。可是你后面还有一个迪叔啊，看起来很好吃哎、欸。那就来喽，三二一，走起来，走起来。不是哎、欸，不是哎、欸，我有一开始就很开心，怪怪的。宁宁，又是忍者之乱，是不是？吓我一跳！你这是乱源啊！啊，我完蛋了啦，白痴！我跟你讲，米菲是怨灵。哦，米菲怨灵啊！对，我知道了。哦，是哦，是哦，是。因为我看到他被狼打。看到他变了，隐形没事，他没隐形。我不知道，哦，原来他有隐形，我以为他有。你要记得他隐形。我以为是拿着栏杆，不是拿着吊杆。吊杆档案。哎呀，这个狼，不要跑，这个狼。哇，迪叔真嚣张哎。很嚣。哦，这个是不是你？哎，你是拿枪指着他。你怎么是好人阵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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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顶好人阵营。然后等一下就直接拿刀开始杀。这是谁？哦，这蚂蚁。蚂蚁是什么？蚂蚁。我吗？人鱼啊。很心虚耶。是。还是繁星才是人鱼。等一下，那个我们要你知道那个米菲的那个位置吗？要米菲哦，如果有召唤，有没有人会那个米菲？不是我，我是掘墓者，我还没，我刚刚有去查，我想说两个都是坏坏的，我就没有挖人。哦，这么好，你是不是坏人？啊，我在等你们，你这么好对呀，这么好，这么好，你们死啊！好好，那我下去了。是掘墓者吗？然后换你，那我下去了。BOBO， 为什么我看到他挥刀了？我就是狼啊，因为我刚刚是在打米菲啊。我就是狼、啊。哇，就是你是狼。要是那个直接变形的，那狼都多嚣张啊！好坏哦，现在都很嚣张。哎、欸，你真的很坏，我以为你是预言师哎、欸，你好坏、啊。爸爸去找尸体，爸爸去找尸体。等一下，等一下，可是他会走尸、欸。对对对，你找尸体就可以变人了。走尸啊！走尸鬼，我是走尸鬼。哎、欸，爸爸，你可以说。你让他变一下，你让他变一下。我让他变一下，是不是？你让他挖一下，你爸爸，你可以说你是法医。哎、欸，你现在有三个选择，哎，你现在有三个选择。啊，你现在很多可以选。有龙，有怨灵，有那个。变成我啦。对，有怨灵的。那怨灵比较无敌啦，你是可以考虑一下。我没有烟的，哎，奇怪。你没有，那可能那个隔一天的没有 smoke 了，你选择变少了，没有 feel 了， no feeling， 好像有点远了。哦，有了，有烟了，这是谁？原来他是哦啊，巧克力也是狼啊啊，你才是吧？不是啊，我是超度人的大哥啊。爸爸，你变成什么了？你是不是刚刚变了？你是变成坏人了？变成坏人了。你来不及了，你怎么来不及了？你怎么？你被杀了吗？没有啊，我找不到尸体，找不到，他不是会显示吗？你干嘛、啊，波波？没有，干嘛？我没干嘛、啊，我干嘛？有点难找哎、欸，我直接跳过了，很扯，很扯。你们两个狼，那我你们就两个狼对呀、啊，你们怪怪的，就他们两个狼哦。
没有啦，好扯，好扯哦，怎么会有两个狼？迪叔，你是不是猎人呢、啊？啊、你是不是不敢烧我那一个？迪叔杀我那个！我跟你讲，迪叔可以先放置，我已经指枪他了。好，来，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死。OK。如果改天我被弄，迪叔也会打。哦，哎、欸，这个，哎、欸，哦，哎、欸，我应该是可以走啊。哎、欸，迪叔，魂、哦、这是女巫吗？所以是迪叔先放置 play 就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为什么你无敌？嗯。你预言家，你猜猜看呢？你猜猜看哪里？在哪里？他在哪里？你猜猜看。是我还可以，我还可以有机会。而且我还看到蚂蚁。你说你干嘛？蚂蚁，蚂蚁，你要想一下，你要想清楚。我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可以稍等再一起 play。我现在就要 play。你现在就要 play。你再想一下，你再想一下。哎。哎，迪叔，想一下，迪叔想一下，迪叔，哇，那他在树林，他在树林，啊，在树林，发发 baby 没有木卡哇了，所以我发发 baby 已经死了，他好像指向我了，他指向你吗？哦哟，我终于有这天了，是不是？我终于，你这个，你啊，你跟他 battle 啦，迪叔来 battle， 不要 battle。谁？你说你先指向谁？我不知道，看到你知道吗？哎、欸，二十秒哎、欸，哇！你有指向到吗？你有指向到吗？你说不要他啦！啊！你说不要他！哎呦，完了！哎、哦，我、欸、哎、哦哦，这怎么算？这样怎么算？平局吗？还是平局是不是啊？狼刀优先吧，没有吧，平局吧，试试看啊！你说试试看啊！试试看看啊！对啊，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说你想一下吧。狼人真的哇！哦，你还是有知道哦。狼刀在先，有啊，厉害！狼刀先，狼刀先。哦 ，B O B O， 我的运气好背哦。我的没有胜者啦，我没有那个加一啊。我也好可怜啊，什么事也不能做。你知道我原本还想说，赶快那个白天过了，然后 Bobo 追迪叔，迪叔说不定有可能反枪 Bobo。迪叔直接慌了，抖 N 只能在顶楼发呆耶。你要想办法去飞票，你要讲话，对啊，你要多晃一下，或者是因为你已经，比方说 Bobo 跟我都是狼人了，那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票人。那你跑到我们这边票我们，我们就会票你，我们就会想办法反对，或是随便票一个人，大家而且你最后还可以反悔，对啊，那你就会那个票就是最高，你就会直接。抖音我觉得其实可以玩成 OP， 嗯，那、啊、小雨怎么了？啊，我没有，我那个、啊、我防疫大使啊，嘉玲嘉玲，你呀、啊，你、啊，加防卫队的，直接嘉玲，我没有一直活下来的哎、欸，早已今天就是都是死翘翘的，我有三四场都是开场直接就被砍了，这个获胜场数也可以调不显示啊，不然很难过啊，真的是挺难过的，笑死哎、欸，好歹也是好人帮的一员啊，好惨哦。啊，金跟二零，哇塞，都六六，他只是牺牲自己换得阵营获胜。对、啊，哎呀，那我们可以期待之后麦块报名狼人杀，还有更多的好玩的好玩玩法。辛苦大家啦，辛苦了，辛苦了，拜拜，拜拜。那对。我在想哎、欸，因为我还有很多驱动程式还没灌，驱动软体不驱动程式、啊，对，就是哎、欸，那什么什么什么绘图版的，还有的那个剪片软体还没有弄，然后 Photoshop 还没弄，对吧、啊？不过真的玩起来不卡了，是真的。然后今天。刚刚就是去测试开了一下 GTA， 也发现说哇，画面变得好不一样哦，是有比较是好很多，不是比较好很多，但代价就是我很多东西要重新设定了，就是我的那个SAI， 我画图的那个笔刷，然后颜料我都要重用了，
好啦，就这样啦。那等一下，看一下有谁。诺英等一下录音都不对，不开了吼。然后有谁可以带？而且姐妹当个人鱼啊，气死！看一下有谁开哦。来，我们去马子台吧。马子。你们会告诉我的，对吧？还是库马有开？等一下哦。好，还没看到。好啦，就去马子台吧，就这样啦。就感谢各位啦，大家晚安啦。我去，影片应该也是礼拜五才能剪吧，太多东西要弄了。是啊，拜拜，大家感谢喽。